竞技体育嘛，对呀，竞技体育嘛，我也拿上，很多年轻人都知道。
不安全，当然不行。他没有很严重吧？他当时是捡球，不是关联球。腰拉伤了吧？嗯哼。Thank you.
爽啊！去纽约感觉人都不 care， 就跟他没什么区别。哪儿的人都不 care， 哪里我。对小王上来以后，我操！篮板球，我给他抢了。哎，这不都有吗？我让你打，你不抢，我操！我那个看着江江面上，刚才不能在山上打的球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江江比较大，我操！不是，你得打呀。那我去那边练。替东旭有吗？我比他体力强一点。我一上来一开始篮下都杀他了，我操！没撞。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天气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停了，现在约上，约上不是五十八了。
冬天比较冷。嗯，冬天是忙死。现在估计很多场馆都开了，那些人都到处去了。对对对对，肯定是我们都开了。Thank you.
上了，电脑完了，复古啊！我操！模拟器吗？好皮蒙啊！我操！好皮蒙啊！这都几代了，我都是一年级玩的，昨天玩了一把。一年级玩大概三十多。我一年级的时候那个玩 CP， 我的经理，经理玩那个经理。红吗？绿的，红的，红的。还有黄，黄上来就比皮卡丘。我那个，我小时候玩的没有皮卡丘，就是那个。那才一代的，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卡带是黄的，要不就绿的。上来是那个小伙子，三个小一个嘛，金龟还有。他还。强哥挡你好吗？挡我的，强哥挡起来以后，来左边。哎，就一看强哥就是没训练过，都是打野。他也不知道延误啊。对啊，那你他那种战术怎么都不太。还要换防啊，对吧？谁来了？对吧？谁来了？我叫，我叫。啊，他让我叫，让人叫，本来就。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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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我。看看看真的小，我操！我操一个巴掌！清脆，我操一下！我也是这样，对，习惯了。
虚点，对不对？Thank you.
Thank you.
差一点吧，差一点。太精彩了。休息吧。